现在是模拟买家的情况，买家水箱里面有水，然后他连接的电源，然后把产品放进去。灯亮了，但是没有储物，大概5秒之后就会自动关机。这种情况是因为，买家没有将棉棒浸湿，或者说棉棒里面的弹簧丢失了。这个时候，买家只需要把棉棒浸湿，然后保证白管里面的弹簧在，来支撑棉棒，然后把它插回去。产品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所以，产品是可以工作的，是正常的。